那都多少？三十二。三十二。哦。哦，行了。那肥肠多少？肥肠四十吧。哎，三十二的。肥肠多少？二十三的啊。肥肠。人家我们在市场上卖的五十八，来这儿就给你们少了二十三，你的吧？辣椒要不要？谁给的辣椒要不要？他的，要不要辣椒？少放点。啊、哦，少。这个多少钱？少放点。这个二十二。这只要不要？要要。恭喜收款，三只鸡收款。有好的，有好的。鳄鱼啊。鳄鱼。来来，我弄，别给我弄，弄谁？弄多少斤？二十五一斤。有就是，是。这个，这半斤，对 ，OK。哦 ，OK。十四块五给十四。几个米饭？十五，给十五，给他一个米饭。给我来吃块钱不低，那家吃个米饭不好吃。还有米饭没给是吧？对，多少钱啊？一块，四五斤啊？对，四五斤。拿来吧，老王吧。一个多大？十六。十块钱的猪蹄啊？再拿两个馒头，抓紧了。三三的。辣椒要不要？辣椒要。香菜。葱，十块了，十块钱我十块的，十块钱你，筷子自己拿，十五那个变成十六了嘞，十四了，对对，十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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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我还以为是，自己拿，你不是还要馒头吗？哦哦，馒头是馒头钱，行行，多少钱？哦。一块一个，五毛一个，要几个？再来两个。哦，十一块钱，来。十块钱，快点啊！看见没有？要不我来帮你。辣椒呢？要多放点辣椒。哎，掉了。人家还在这个地方来卖，十五块五，十五的，嗯，二十五，有五毛一个，要几个就啊？那边也可以卖了，哦，那边可以卖，没人嘛，人们都过来这了。不要辣啊，我不要辣，哎，这个嘞，我搁点葱，不要辣。这一碗米饭，两个馒头是吧？那三个馒头。这一碗米饭六块钱，有辣椒要不要？不要辣椒，不用不用。不是。来来来，两个馒头，三个馒头，来来来，这还锅呢，那钱就是三个馒头，少等一下来，哎，来来少色，十四的，哎，不对了不对了，就切一点，不止十四吧，猪肘子啊，猪头肉，啊，我要多少钱了？十一的，十六的不够吧？来把这块。那你这个十三块五啊，不弄骨头，不弄带骨头嘛，带骨头才二十，带骨头就卖点，弄了骨头也能卖二十八，恭喜收款二十八十六元，五块多，恭喜收款，就这样卖，恭喜收款，为什么那么便宜的？就是因为有骨头的骨，十两块，那是猪肺了，辣椒要不要？猪肺，猪肺不要会，我咽不吃，够吃不够？多少钱呢？牙葱，哎，牙葱十块钱的，四块四块吧，给错了。我四个馒头啊，我告诉你，自己卤卤的，自己肉，你们是吃起来有那个肉味，对的嘞。三点十块，不要辣的啊，说三点块，不要辣的啊。哦，给自己拿块。给钱了，别过了，别聊了啊。微信收款十二元，不要辣了，哎，香菜，可以来点洋葱吧，里头，葱，洋葱嘞，蒜汁要不要？二十二，蒜不要了，要点行，要点。馒头四个，还有四个馒头，问你都熟了，没有了。呀，没有馒头了。有，够了，够了。喂，够够了吧？再给你，快点了吧？有了。
熟了都不能问你要。这多少钱？二十二的。要一斤猪头。我一斤。没有。这还多少？回家。